欢迎收看《偏见先生》，Mr. Reject， 我是刘嘉林，我在加拿大拍摄，然后我要感谢一下我们现在那个评论的这些观众，评论的和转发的这些观众，就这些转发了的这些观众，口头感谢一下，明谢，对，明谢我们这些转发的观众以及我们还没有的赞助商，什么时候还能？真谢谁？就是那个什么，我们继续讲这个古着 vintage。说实话啊，我觉得啊，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事儿？我一喜欢什么事儿，我就觉得这事儿就特好，对不对？世界第一了，就谁不喜欢都谁都。就是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事儿能救国，古着能救国，古着能救国。就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 vintage 就玩二手啊，我认为就是这个你去看一个国家，嗯，就二手的蓬勃是这个国家的能看出，就是这国家二手市场越来越就是发展的特别好，这个国家肯定是一发达国家。你看这国家的二手市场特差，嗯，就倍儿臭什么的那种，呀就是一个巨市，就是你是从这个市场就能看到出这个国家的这个状态。你自己想，日本的二手什么状态？我各个欧洲的，各个干净，然后泰国的，对，然后马来西亚的，就你想，你去过世界上所几乎你去过所有你去过的国家的二手的市场，我现在脑子里想到了，咱上回去印度那儿，对，印度那，你都是傻了吧？对，不是，最牛逼的是俄罗斯的，我觉得，我那一进去，我操，70年代中国，对，那还卖电机的呢。特别像，就大家别想着说去二手市场都是说上那刨旧衣裳倍儿帅那种欧洲那种古着店，卧槽，我们去俄罗斯二手市场的时候真的有卖电机的，船用发动机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那我操，这太 vintage 了，这回有点弄不了，这个市场整个都倍儿 old school， 巨 old school 的一个就是70年代的那种大柳树市场，对吧，70年代北京大柳树市场的那劲头，就是那样的，卖什么样的二手的东西，就全二手破烂，就90%都破烂，就是旧货，因为当年的东西也不好，留的现在还不更不好，更不好，就是所以说就是你二手得是当年就牛逼，然后留到现在，当年比如说这一帽子，大家都卖5块，然后这就有一卖600的，那你现在那600那帽子可能卖1200了。这就是二手市场的规律，然后那5块那帽子越来越值钱，对，5块那帽子顶天了卖10块钱，全新的什么的顶天了卖10块钱，但是那个当年卖600那个已经变1200了，它那个价值就是有那么大的那种价值的，那个是完全不对等的那种价值，就跟前两天，就跟我收这支枪，嗯，我给我一个哥们儿群里都是老炮的一个枪群里头发完了以后，大家看了一眼，我操，这得值几十根 SKS， 那确实是这样吗？它就是一个这种不对等的这种价值，就是所以说，古着这事儿就是强国，我们老在谈工匠精神，嗯，工匠精神，你可以大到国家，你需要工匠精神，那小不需要工匠精神吗？那工匠精神不靠二手市场，怎么他妈有工匠精神啊？天天都是淘宝，啊，见天买新的，一次性那是一次性，对吧？嗯，你干什么都是一次性，你买雨衣能穿一辈子吗？日本肯定有那种能让你穿一辈子的雨衣，你买把雨伞能使一辈子吗？日本那工匠精神也有能使一辈子的雨伞，为什么呀？是因为他那雨伞二手市场上也能买着，嗯，那好雨伞真他妈贵。但是你使那一个就够了，对，然后你再给卖了，然后我换一个更牛逼的，对吧？你不停的你在这二手市场上换，其实这样也倒是一种省钱的方法。对啊，等于就是你买了一个，说白了，你这现在你的做法是你要买一大堆，而一大堆好多，你还造成了很多的浪费。对，造成浪费，造成垃圾什么的。现在是什么？你就花一个钱，就是你买了一大堆，一把雨伞是5块钱一把，然后现在我花了5000块钱乃至于50000块钱，我就买这么一把伞，
但我花五万肯定是我值这五万，我得他妈是马云了，可能我使把五万块钱的伞，对吧？但我就使这一把五万块钱的伞，使一辈子，使一辈子。而且不是说这一把伞啊，你是可以把这把伞在那市场上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越换越值钱，就是银头了吧，对吧？布面是绸的了吧，就怎么着了吧，反正就各种加持呗，往上工匠给你往上加持，对吧？这才是真正的能让那工匠他愿意去这么做。你要不然现在哪个做雨伞的工匠愿意给你做那五万块钱一把伞，谁买啊？有的是五毛钱一把的伞，就是要这些五毛钱的伞多了，充斥的根本没有五万的这种伞。对啊，就不大家觉得不需要了那种。但是呢，你造成了巨大量的浪费，你没事老换也不在意这东西就瞎扔了，然后让人变成对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爱惜之心。嗯，你不是像我似的，就所有的人为什么我就是一概问我帽子的我都不回。嗯，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不尊重这件事儿。嗯，怎么说？尤其那种就直接有些那直接问我您帽子给我发一淘宝链接，这直接被我拉黑，你别看我节目了，真的。你再发这种，就再发这种，就是什么您帽子给我发一淘宝链接什么的那种，你就别看我节目，就直接给你拉黑了，屏蔽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就一淘宝链接呀、啊？把事情想的就是。就你把所有的事，我觉得人生应该是你把你制造你人生的难度，他们才有乐趣呢。不是他们什么都是淘宝，那什么人生就已经没乐趣了，连可能连他妈撸都没乐趣了，对吧？你别什么都淘宝，人生最大的乐趣是过程，是我想有一顶漂亮帽子，我他妈开始在世界各地走的时候，我开始留意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知道我这帽子是一世界博物馆，真的是一世界博物馆。我的每一顶帽子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对，每一顶帽子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你给我拿随便拿几顶帽子，随便给我拿几顶，每一顶帽子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小摊儿，不同的奇怪的地方。我认为这才是真正能促进一个世界发展。你看，这个是来自于看他家。这个是来自于圣彼得堡，这个是来自于北美，这是我哥们从美国给我弄过来的。我操，这可牛了逼了！这个，这我媳妇也有一顶，我还可信呢。你看，印第安，这是标准的卡车司机，嗯，六十年代卡车司机，看这小帽檐是翻的。你看那个时候那平沿不是那么大的那个，那太屎了。不是那种布灵布灵布灵。对，布灵布灵那太屎了，真正牛逼。以前那小帽檐看到了吗？以前那小帽檐多小，是翻上来的，是这么戴的这帽子。你看好多那个就是当年那个老的那个美国电影里边那帮卡车司机都是这个，然后这个是那什么。这是我哪儿弄的？这是欧洲，这是我欧洲，戴上就像那什么拉车的，骆驼祥子，骆驼祥子，也是一小帽盔，对，毡子的小帽盔，小毡子帽子，小毡子的帽盔，这种都很少见，这种小毡子帽盔、嗯、这种，所以就是，你为什么要问我淘宝链接啊？多没乐趣啊！你们问完我淘宝链接，然后从那儿买一个，买完了以后呢，就我也不想干这种事儿的代购。就有联系我的，最近还真有帽子联系我的，我刚拒绝了一个，直接拉黑。我刚刚拒绝了一个帽子联系我的，就看我们现在节目不错了，然后就开始找我，让我戴头盔去，那么逗了。就是我真觉得是干嘛弄那么简单的事儿，你不能自己去好好研究研究。跟一帮哥们儿们聊聊，哪个明白明白背后的文化？嗯，我觉得明白背后的文化，明白背后的故事，那才是最重要的。对啊，就是每一个帽子它背后的文化，就我跟大家都说了嘛。卡车司机，是因为那时候我看过一电影叫《卡车司机》，我从那电影里头看到了两个文化，一个是戴这种帽子，嗯，还有一个是穿那个坎肩儿，嗯，棉的那种羽绒坎肩儿。哦，还明白了一个文化，就是玩那个对讲机。对讲机，对。从那里头知道玩怎么玩对讲机了，开始，然后开始去玩对讲机，就是，
所以说就是你看这些电影你总得成长吧，就游击队长啊，欧洲的游击队长，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古着文化，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真的是可以让整个你一个国家都开始注重工匠精神。嗯，真的有人去好好做一顶帽子了，然后这顶帽子有，不是先是真正有一群人愿意把一帽子戴一辈子，对，把一顶好帽子戴一辈子，先培养出这么一群人来。把一个帽子好帽子戴一辈子，把一件好衣服穿一辈子，就先培养出这种精神来，然后那些工匠就全来了，对，全自己也就出来了，那二十几岁的人他也能变成工匠了，不是他妈天天能跟那儿我跟你那儿一瞎凑合就行了，就是这是一个互相的，就是大家别没事了啊，动不动就我就淘宝链接，对，动不动我就淘宝，动不动就淘宝发一链接，什么呀，我操，我跟你说衣服也是老动不动就给你那巴塔工发一链接嘛，就是巴塔人自己做拼色都不是那种会出很就是永远会出这个拼色，没有，巴塔拼色永远是我就这拼色就出这么一估计然后就再也不出了，就出这一估计然后就再也不出了，然后把这东西做的质量巨好，导致你们现在去看看巴塔美国网站，真的，大家现在去看看巴塔美国网站，这是我觉得我最佩服的一个公司，就这帮人搁中国就算我觉得要形容他们就算真人了，就这巴塔老板能当真人，不能当真人能当一圣人。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他是我第一个见过的自己公司卖自己公司二手产品的东西网站，就是巴塔哥尼亚自己卖巴塔哥尼亚的二手，他自己收自己的二手，收回来以后改装，改完了以后有各种各样的拼色，对，好几件衣服拼一块儿，什么翻新的，对，再做成包，再做成，或者实在不行了就给它做成包，我们也经常这么干，咱也这么干，把裤子衣服做成包什么的，对吧，这是他对他的东西的质量足够的自信，足够的好，对，真的你足够牛逼你就敢这么干，然后自己把自己的衣服翻新卖，因为足够牛逼嘛，我都看傻了，我的好多我巨喜欢的样子，就是因为他巴他自己，他每次他也不多生产，对，一个拼色，你知道，你告诉我这个现在发一链接没有了，人家不生产了，去买二手吧，或者我这本来就二手买的，那我他妈哪知道上哪儿买去啊？我是他妈在日本一个 vintage 店里头买的 ，Chicago， 对，我大量 Chicago， 你去日本东京。有一个 vintage 连锁店就叫 Chicago， 芝加哥 Chicago， 特大牌子上面写着 Chicago， 好多呢，好多我们把几乎把东京所有的 Chicago 都转过了，所有的 Chicago 几乎我都转过，对吧，对，所以你去找去呗，就是我觉得它差不多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下功夫没有淘宝链接的世界。